万圣节好快嚟到，但作为基督徒，点解唔应该去庆祝呢个节日呢？信主人都犯罪嘅，人有犯罪嘅倾向，有犯罪嘅本领。我一样可靠就系神已经揾到我。所谓文化嘅背景习俗，都同邪恶嘅势力系有直接嘅关系。仲有何佩仪同你拆解万圣节搞鬼文化，抗衡万圣节精选节目，大家记得收睇啦。